大家好，我是交通部观光局局长张锡聪。防疫旅宿提供民众安心隔离与检疫的场所，请入住民众一起来配合防疫管理措施。入住防疫旅宿前，请主动出示居家检疫或居家隔离通知书。入住期间非紧急状况，请不要离开房间，并请自行清洁房内环境，将垃圾打包绑好后放置于房门外，不可要求防务人员入房打扫。提醒大家，入住期间如果需要协助，请以电话联系防疫旅宿人员，避免直接接触，防范感染风险。请大家一起配合隔离检疫措施，团结面对疫情挑战，杜绝病毒扩散。在股市打拼20多年，我靠的不是面子，我靠的是专业。黑马波段精选标股，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你的新人生，股市万德福。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6号的股市万德福，我是阿德。那今天有好事情宣布，也有不好的事情宣布了哈。我们先宣布好事情，因为今年到年底，因为12月6号了嘛哈，快要到年底了。那年底的话，大家看这个新闻哈，大家就知道说该做什么事情了嘛，年终嘛哈，年终，年终是什么事情？年终就是说现在已经涨很多了，涨了好几倍的哦，好几倍的。如果有牵涉到融资融券的、哦、大概也会做到年底结束了、哦、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还没涨的低价的，然后未来趋势是向上的，它会开始做喷的动作，就像阿德的股票喷喷喷喷，连续喷6次。龙老师不啦，五基啦，啊五基不是68%，对不对？哦，这是好消息。所以说股票市场很多人在说啊，水星啊水星啊，谁吉林，你以前航海王一直到现在已经赚一圈了，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赚到钱？股票宣布一个好消息，其实你都懂，股票没有新的旧的啦，只有赢的股票跟输的股票啦。啊，你位置呢做丢啊，就一零赢嘛，对吧？啊，这个大家懂懂懂懂懂懂，大家都懂。可是你懂的话，那我们就一起做啊，对不对啊？第二个消息是不好的消息，吴老师啊，你要给我信心啊，你要说不好的消息，因为最近有很多好朋友，对吧，都看到阿德然后就刷进去，那 QR code 我放在这边，我真的我阿德在做，我阿德在做生意啦，吼讲啊简单做生意啦，我伫自家伫咧分析行情，报股票给你，阿德在做生意，我们要秉持什么公平正义？你公平，我嘛公平。啊，我在写，我就讲，哎、欸，大资金咩？你都唔免阁卡电话啊，直接来录落去。啊，个录落去，好、哦，最近我就发现很多朋友都录落去，啊，录落去的时候，你咧讲的时候，比如说最近、啊，然后我把你的那个姓氏名字吼、哦，我先暂时不公布，然后因为这样对你也非常的不尊敬了、啊、哈、哦。有一个朋友，伊嘛录落去。他请阿德帮他带，亲自把他带他做股票，我就问他多少钱啊？他存200万，还没有他亲带，因为会员的钱都不高啊，对不对？要给你饲嘛，无要紧啊，我讲无要紧啊，就我要来你斗三间，要给你饲嘛，无要紧啊，上无你嘛要500，最基本的门槛要500。我听一听，他讲完了，我也快哭了。我说好吧，那我就帮你嘛，只能帮你啦、啊，不能怎么样？一共我不都你林家都输2000亿啊！啊，你输2000，我想讲你200，你要搁回到2000，你要赚10倍呢？你认为阿德有办法帮你赚10倍吗？
我又不是神。用高皮的工，让他用时间去换取他的报酬，对不对？有可能你要赚50%，赚一倍啊，赚一倍啊，赚几支涨停板啊。啊，可能久久啊，一间安尼一直做，一直做了，一直做了，做了一支好高皮，互你一直赚，一直赚，一直赚。咁佮有可能安尼，逐工涨停板呢，他们看得贵，对吧？所以这是坏消息啦。所以讲，我希望讲吼，你伫看阿德的节目的人呐吼，互你来提阿德的股票。啊，你就参考就好，对，你参考就好嘛。你资金来讲细，你若要想真济，吼，要搁数啊，这个问诶，我讲侬买啊，你就参考看嘛，因为我股票都互你啊嘛，啊，你就参考看嘛。啊，如果咧连续连喷涨停的，连续五天五支涨停板诶，跳空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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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卖搁问啊啦，对吧？有什么好问的？因为我没办法，我未使讲哎，叫这支股票卖涨停，都搁回到原来的十几块，互你买嘛，无可能嘛，对吧？所以讲股票互你，你就参考嘛。多方有问题，我当然无问题啦。有人讲哎，老师啊，现在要年底了，按你的看法有没有改变？不会啦，一定会过18000的啦，一定往19000走啦。用哈老师啊，剩十通个交易日，你看哈看好啊，本来就是这样嘛。为什么？因为你看看今天什么在动，什么没有在动嘛？因为现阶段大家在动什么？都挖出那叮当那航运股啊，啊航运股现在它变成它是控盘的工具啊，对吧？啊今天在动什么？在动鸿海啊，那代表什么？代表这个行情现在指数股你没欢乐啊，挖出五天的叮当啊，啊手机的手机的你都找阿德啊。所以讲，我要告诉各位，起码很简单，起码俗的拢真好喷呐。真的，他真的很会喷，很会喷呐。因为年底这种股票有人照顾啊。一年嘛，你怎么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交代？我一年我都做了再好，我股票都真正有赚钱啊，位置都再低啊，我无去免来使。我对自己都对不起，也不要说对股东，对不对？所以讲，这种的俗的足好喷的。所以阿德一直来讲，你都做股票，免变来变去。你看，一项电动车用做两年，做两年，你跟着阿德做，你当初如果2000万的，我现在问各位，你有没有赚1亿？对，我就问你有没有赚1亿？那卖光赚10倍啦。咱卖讲赚十倍，赚五倍啊，有无？有没有？就做两年多，用老师你就含慢的啦。人家八天就赚一倍啊！我你卖可以想遐啊。股票市场没有新跟旧了，只有赢跟输嘛。你也做赢啊！所以我就跟你讲，像这种物件，你也凊彩看。有人讲老师啊，你讲的股票嫌咩新贵的较强？我们不是在跟你讲新贵，我在跟你讲上市上贵的啊！你看，我们做的就这一条线而已啊，就这条线，这条线。这条线是啥？13倍，所有的研究报告出来的是讲电动车未来会成长13倍，到2030年。啊，那以电动车以台湾，2023年等于过一年，过一年的跳跃式的成长。啊，所以讲像这种物件，你爱来买啊？你也听刘良伟董事长在讲的，2023年就是什么开始要放量了。对吧？所以讲，你注意看啊，阿德达你讲的像这种股票，就开始变起来。啊，为啥会变起来？因为你连宣明志都在讲了、啊，以前联电的集团，宣明志都在讲了、啊，他讲的没有错啊。咱台湾上机会不是电池啊，咱台湾上机会是啥？电控啊，因为咱台湾的从晶片 chip 一直到下面的电束，跟所谓的面板，包括整个所谓嵌入式的。对吧？哪个讲简易型的电脑，全部都台湾都有啊。所以我们就来讲，像这种的股票足好收的啊，干不是安尼？你看种抬头显示器，就那种电视拢在讲抬头显示器。你看宜利电有好收不？宜利电有厉不厉害？我介绍给你的时候才40几块、欸。对，全中华民国第一个介绍宜利电是阿德我呢，我卖台讲过去，讲过去，大家拢无介听。你也看啊，今仔日如果你愿意跟他波段的波段，他171%，
你那五百万跟着阿德一起做，那卖空探一杯两杯啦，好吧？你五百万落去做，你现阶段可以多赚855万嘛？刘老师还叫顾哎，没关系啦，会赚就好了啦。股票只有赢才是好股票啦，股票没有什么说啊，老师一趟我借，趟我借本利比没有，算了。我现在讲一句话啦，你想想看，如果你投资的一家企业，今年赚一角，明年赚两角，那是一倍。再来看一块，那是大成长。啊，什么产业我有法当啊嘞？对嘛，就电动车嘛，所以讲你看抬头显示器，有的人说哦，老师啊，抬头显示器的就是现在英记啦，什么也错。抬头显示器最厉害，最厉害啊！应该是类似华汉这种公司啦，我卖公德已经啦。什么叫抬头显示器？你刚才在咧开战斗机耶，我喺战斗机，我咧底下玻璃上我显示的屏幕一个抬头显示器啦，对吧？所以阿德跟你讲的，其实说便宜的很会喷，因为阿德当初介绍伊利店的时候，可以用在多少钱？十几块啊，十几块是不是好公司？不知道哎，反正年底了，看他一直喷啊。反正年底了，他就一直喷给你看，你讲好不？好不好？他就一直喷给你看啊，对吧？如果要喷给你看的话，你应该要拿、啊，对不对？你是麦提，今天12月6号，恭喜所有阿德的老爷夫人朋友们，迅捷又拉高了。对吧？我来提一张，提唔到，冇紧。伊利店是这，这张，有涨停嘛？冇，有呀，冇，有嘛？我安尼就做好呀。迄股票呐，收强哦，有诶人咧看到，拢会啥？目空红，目空赤。我其实唔是安尼啦，股票是安那，股票送给你，你参考看看呐。你如果觉得它很便宜的话，那不如加减买一看，对吧？啊，你们这是在做生意，啊，你们这是在做投资，啊，你们有法能赚到大钱。啊，阿德跟你讲，你想看卖，涨股票涨啊无涨，涨啊无涨，这真的好啦，好股票啦，真的好股票，你得500万就好了、啊。那阿德给你的时候，阿德有没有事先预告？有啦，阿德有事先预告啦，真的有事先预告啦。我要叫你不要猜嘞，股票都直接给你嘞，对吧？所以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你要跟着阿德做。那做什么？你要看这股票涨无？咱讲实在，那讲到这大家拢哦，一直看，一直讲，哎、欸，老师啊，这种股票够？我为什么会讲这句话？你敢不敢？资金啊？色，我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因为有好多朋友拿到资金，资金给你的时候，人能买得起啊，人能买得起啊，40通货尔，你也买不起，一个便当钱都无，迄个都够啊。这便当钱，这便当都比资金都较贵诶，人家一股才40几块，今天呢涨停板80.5。所以阿德在跟你说这个时候，你有想到吗？你有想到吗？像这种股票其实提给你的时候，你也可以参考看看，你看看这种股票强不强？强啊，我给你隔一天锁，对吧？你要看我给你买对吗？阿德跟你说啊，很实在啊，你要看，哎，我真的很多人说，老师啊，你现在在说的我都知道，可是现阶段我不敢买啊。还有没有？我说有，有没有比资金更强的？那我可怜，你现在要找比资金还强的，怎么可能？阿德跟你讲什么？我送给你的，你只要敢买，跟他一样强。阿德，我跟你讲吗？有没有？有没有？你星期天拿到阿德的股票，你看到你比如说，哦，原来一样强是这样啊，不然的。你看，11月29号阿德给你，对吧？
随便买随便赚，敢锁敢放，对不对？是。十二月一号再锁，十二月二号再锁，十二月三号再锁，是跟涨停板，对吧？放假回来再锁涨停板，阿内利来贴的屋啊，你来拿就有啦。哦，老师还有没有像四金一样强的？放有啊，那无，看你要不要而已啊。看你要不要而已啊，真的啊，你看这是阿哲的讯息，十二月六号，恭喜所有的阿哲的老爷夫人，至今第五支亮灯涨停板，厉害不？有厉害不？有厉害不？好，那重点来了，有老师你送我的，我真的不敢买，早上我收到你的讯息我还是不敢买，没关系，你不敢买阿德叫你买，这个人 啊老师都赶快了，我不知道跟你说至今的接班人，那我可能比至今更强，因为至今就是最强的啊，所以你一定要买至今啊，那你早上有没有收到阿德的讯号就买至今啊，你今天早上有拿到的，我是不是有个别通知的也叫你买资金？五天五只涨停板，安尼对啊不对？你讲老师是真的假？你看看我有没有说？来导播 VCR， 唔忙等啦，迄电动车你忙等啦，你愈等你要看，你都你一直飞去，你看。啊，你啊看伊股份要偌济？4.4亿啊！买这较实在啦，我讲即摆小资的人，有钱人啦，索马耶咧，我来讲会喷出去，真正会喷出去，阿德有带你喷无？一个冰冻钱就有啊啦，今仔超过啊啦，我50块比买一个冰冻较俗，你也唔信？我也无带你喷啊，对吧？对吧？50块比一个冰冻较俗。今天55.1，对吧？我给你48.75，哎，今天呢80.5，啊，是不是就当作是我给你的损失，不是比这变动较小？有没有？连续5G，来，你摕到，阿德是用至今的接班人，你早上看啊，五点，这打错的时间，这是8:55开盘试驾买进至今的接班人，会员已经讯息通知了。来，我看好恁看，对不对？所以讲，我得跟恁讲嘛，即阵咧个俗俗啊，你得当买落去嘛，因为很简单呐、啊。现在我们跟恁讲一项代志，就像今天早上我跟那些 VIP 讲。您注意看哦，现在全市场是不是都在讨论阿德的股票？是吧？你说老师啊，在讨论资金了？不是，不是。现在全市场都在讨论哪一只股票？我提给你看哦，我提给你看哦。现在所有的券商哦，所有的外资啊，几乎啊，很多人在问说：哎，阿德那支股票，真正爱来搭看一下哦，对吧？是不是超过30%啊？是不是超过30%啊？那个都是超过500万的人在买的，那都是超过500万的人在买的。我跟你说这是在送啥？我说老师，如果有一个好股票，你真的要买，你真的要买啦，真的如果有好股票一定要买啦，一定要买啦。来，你来看这支便宜很会喷，有的人来讲，老师啊，安尼这支我要哪套？我讲真简单，你只要用有的，至今连续锁几根涨停板，你要算未？你会不会算？至今锁几根？来，阿德29号送给你，对吧？锁一支，锁两支，
收三支收四支收五支、哦、老师啊收五支对，所以今天来不限资格，你只要猜对我就送给你，这样好不好？送你一支现在都熟的很好喷的对不对、啊、你不要打工一粒店那都过去了、啊、你也不要说建党我没时间说对吧、啊、你也不要打工至今我已经送你三遍了，我多了要再送你也不可能了，所以重点是什么？来这支叫做很便宜很会喷，来所以说只要你回答至今连续锁几根涨停板、欸、我现在如果让你上至今你也起效啦，就算你有500的人来提啊，你可能不会超过5个敢买啦、啊、不如买这个啦，所以我就跟你说俗的很好喷的啦、啊、你如果愿意没有问题，阿德就来说如果你愿意、啊、不然你参考就好，看有俗不看有俗不、啊、人能买得起对吧、啊、你如果资金比较大的赶快、啊、你不用去买存哦、我等一下说你不要你要不要说参加其他的投顾输很多的然后来找阿德帮忙要帮我帮你赚十倍二十倍，真的不可能啦，真的不可能啦，我们说老实话啦、啊、你如果说要赚一两倍的我、哦、阿德试看看啦对吧，你要大资金的你来撸下去、啊、你说输到剩一两百电话卡啦就这样而已啦，不然能怎么办，我们就做分析师啊，我们也不能批评别人啊，对吧，我们也不能批评别人嘛，但是阿德要跟你们说啊，这股票真的要按部就班啊，一天到晚在换股票的我才说感觉怪怪啦，你敢有可能一天每天都在换新衫，有没有我急着我每天换新衫啊，表啊啊每天换啊太太的、哦哦、当然也不行，所以我们来说便宜很会喷，你要买这个啦好不好，你就电话来较好通，不限资格。哎、啊、呦，又会丢至今，安尼表示你有要认真看。哎、欸，全市场第一个介绍至今的是谁？阿德我嘛吼，买丢的 A 啦吼，买丢嘛吼，来，安尼一手几支，一支、两支、三支、四支、五支。那又会丢呢？又会丢拍摄啦吼，又丢，哎呦，又会丢的拍摄，你都你无认真在看。安那认真要赚钱，想要赚钱来，你得要打电话。只要猜对至今连续锁几根涨停板我就送给你一支，不限资格，猜对就送，打电话先进广告等一下再回来。震荡的年代我们给您最强势的后援，188超值互助专案，帮助您战胜市场，重回赢家的行列。超值专线02-812-5858。Life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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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直播，立即上线。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顶尖团队顶级享受，软体下载专业研究。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8512-5858。全新的操盘策略，全新的尊荣服务，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8512-5858。我们两家很辛苦，从八月开始小朋友上学，每个月只要3500，这样省下来的钱就可以拿去像是成教育基金。对啊，准备要买游戏机。什么游戏机？没有没有，吸尘器，吸尘器。0-6岁，国家一起养。我在股市打拼20多年，我靠的
不是面子，我靠的是专业。黑马波段精选标股，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你的新人生，股市万德福。欢迎回到现场，来，阿德今天跟各位讲，包括你是阿德的会员，帮我作证一下，帮我作证一下啦，拜托啊，无你嘛，亲戚朋友，大家都去买菜，你哪去讲者？嘿，阿德真正是第一来讲的，对吧？啊，你真正是有，你帮我作证一下嘛，恭喜所有阿德的老爷夫人们，帮我作证一下，至今第五支亮灯涨停，好不好？好不好？第五支，好，重点啊！阿德老师是在讲啥？五支哦，五支哦，连续亮灯涨停哦，你嘛把它做清楚，对吧？重点是啊，下一支嘞。所以你今天只要打电话进来，只要回答“至今连续锁几根涨停嘛”，连续的哦，无人的哦，除了放假以外。每天锁涨停，一共锁几只？一、二、三至五，不限资格，你猜对我就送给你，好不好？啊、你如果资金大的，直接加 QR code， 对吧？啊、你资金小的，啊、你参考得，我不强迫你，看你要不要买，便宜很会喷，好不好？打电话，祝各位操作顺利，明天见。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